等等，快点！我的手机啊！啊，顶你！哎，你们上来。我想要看我的鸦片，等下回来啊。慢点啊，红哥。红哥，来，去洗下它。来，红哥。是不是你的电话啊？ 今麦找另外两个情侣。你都这样啊，对于许浩想要开，你不应该安尼。今麦不是正错的时阵。我知啊，今麦是咱两个人的时间。想怎？杜承恩，我是柯小平，我不是王雅婷哦，你有看清楚无？我看清楚啊，我人生我家己决定，想拢把它做到。 什么代志啊？你去倒啊？我拢找无你，钱拢回来啊呢？哦，就钱的代志嘛，我即马伫倒啥工门啊？什么代志？哦，我发现我联络唔到人啊，我等一下就。你都这样啊？对于许浩想要开，你不应该安尼。 今麦不是正错的时阵。我知啊，今麦是咱两个人的时间。哎，啊，答应陪你上班啊，咱直接入去啊。 我今日搬到这台就知呢，阿你的表情哪样呢啊？是啦，哎，你阿你，我当然是真感谢你啦。哎呀，不过我等，今日问开未来点，但是什么代志？阿陈啊，今天无回头，阿正文规身骨裂落去啊，阿阿阿天阿仔个伤心事。我知你的为难啊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你比看嘛较好，你遐尼疼惜雅婷，哪会当甲陈做伙去求伊？ 你若是无要和我接电话，阮爸甲雅婷拢会怀疑的。你若是接电话，你就会较晚离开。好啦，这门总才甲拍开，我哪知影内底发生这样代志？我就不信这狗屎人吼，敢做出对不起雅婷的代志。 老师，那你竟然敢做出对你反背亚丁的代志哦？你怪别人安塞，你阿啥拢清清的。
承恩，你和我甲恁爸讲，你选择的人是啥？美丽情书写，失去一个我值得你爱的查甫人，无代表你是感情的失败者。你免跟我悲哀，悲哀的人是伊。是毋知影珍惜，所以你就爱比伊搁较漂皮，互伊知影疼。跟阿公要放手，我就不需要老皮子活了，我还是后悔。想怎？我被关在香水湾。一定是想要讲些歹听话来责备你，想说无妥当，所以又收回去啊。那个回想你的心，我也不想要再看到你老婆婆了。你这不是跳过要还回来？你把手机提走无够，阁无指出。你讲若不是我知影，饭店已经通知亚芳，手机落掉房间，赶紧安排我要告白。和亚芳捉奸，和亚芳认为这是一场误会，那无咱的关系，再拿回来吧。所以。咱上受欢迎的金童教授，那是拄到老伯大人，得变妻管严啊！不要紧，这种镜头我也要滴。Naughty girl， 不过先把手机还我，至少我还有一个交代。当然是我介意的查甫人，会用这种办法消除你某对你的怀疑。先是一个怀疑，后来伊就会偷偷啊愈信任你啊。你这是我想要爱的查甫人，所以为了要跟你做伙，我袂予任何人。我跟咱的关系。
那呢？这个手指就暂时由我来保管。你，敢讲你要甲林宝讲，这个手指是伫个白查某人的面上顶捡到呀？哎呦，我是想讲，你当利用这个机会，试看卖林宝是不是对你真正信任嘛？还是讲你真正是一个奇怪人？叶芳才拄误会我，感觉亏欠，所以伊绝对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我。你能不相信？来呢？好啊，那呢，我就来试看卖。你别来呀，哎呀，我想到别当来啊。咱今嘛要进行一个大创作呢，我来找你讨论剧本啊，有什么唔对啊？上得来，咱们摆的是办公室恋情，男女主角在办公室内底演一挂男女动作戏。这是办公室，搁这间。你跟我倒来搁外。安尼，咱两个公民进台做伙啊？这哪有可能？那也无可能。以你的才华，佮加上我伫个戏剧圈经营遮尔侪年，咱绝对会当伫个国外舞到红红火火。而且你毋是冇讲过，若是你无结婚，你就想要伫个国外发展啊？我是有想过啊，不过安尼就变丢丢啊。我今晚马上替你订机票。我唔是无想要陪你去，不过我有家庭，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放下，我走就走。啊，我就讲嘛，我绝对袂结婚，结婚袂像安尼坐家咧。我确实是在坐个，电话怎卡来？这通电话来个拄拄啊好，我马上叫台特讯啊。哎，喂，老婆，什么代志？老公，你敢有去接圈圈？我拄只在看学生的论文，袂记得啊。啊，即马下课的时间拢已经过啊，圈圈一个人伫外口等，唔知影会出什么代志。我即马就去接。不用啦，我离开较近，我家己去。大概叫你去加圈圈，拢袂记。是你啦，后盖我袂记。今日赶时间，那呢我就。你卖闹，先离开再讲。是啥？你刚刚想讲咱第二家？应该是无人知咱第二家，可能是弄唔定人啊。我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卖怪伊啦！咱来这边，这对我要开始，我不会做我们交流的。俊南，我是亚芳，我知影你伫个内底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哎，你先冲下啦！你妈脸毛大无？你妈给你找来啊？你怕什么呐？当然明是你，只要我卖开门，伊无当场抓到，我就用坚持，我跟你无关系。要唔讲我想要去开门咧？你莫搞我害好无？什么叫做甲你害啊？我本来就无介意黄耀耀的感觉，伊来拄啊好啊，咱三个人做一个话讲清楚。下嘛。莫妮卡，亚芳伫咧外口，而且这是男厕，紧出去。就是因为这是男厕，王亚芳伊才袂入来啊。而且你无感觉伫遮较刺激，人都想你个呢。哎，今麦无下安尼，无下安尼是安那？感谢安尼，俊南。哎，老婆，什么代志？
全要上厕所，搞好你啊！好，搞好我。你先回去跟莫妮卡吃饭啊。莫妮卡哦，演女厕啦。哎，啊，不是要上厕所，较紧的啊。那是够算哦，手机还袂没收啊。哎呦妈呀！好了，我手机啊，搁在口袋，没事。绿的，贤娟，爸爸对我巴肚无爽快，你家己来无问题哦。爸爸，你无代志哦？爸爸无代志啦，应该是中昼时阵食歹巴肚，你较紧哦，但我妈妈会烦恼的。哦，好啦。全全，你是好阿伯，手洗好清洁，甲爸爸做伙出来啊。好啦，我来洗手啊啦。啊，不过爸爸袂当出来，你爸爸疼。啊？真难，你玩闹无？我无要紧啦，我等下就出去啊。真可惜。不然成功会当让恁后生送一顿爱的教育。好啦，真正卖闹啊！若是出去食饭，若无代志，真正袂受伤。我陪你，不过袂用伤久。我知影你有外想啊。光头白面，唔惊歹势。敢毋是我目睭瞎肿，看唔到去？哪有可能我家己的后生我会认唔到的？袂用的。家底若真正因两个做伙，好我若雄雄公公去拆破因两个，阿母你看若一个无欢喜，我是毋是去影响到正南的前途？等，我的手机啊，定位。你要创啥？我想要去观影片，怎么回事啊？别闹啊，好哥。红哥，来，激死我啦！来，红哥。我真正要去了，留来这么久，我妈跟亚芳也去怀疑了。好啦，小丹，你衫不给我好。
是不是你的电话啊？今麦找的我人就你。迄个少峰，你竟然利用学历白给阮爸，两个搁竟伫这个时阵偷来暗去，可要安怎教死你？当乱七点零啊！阿姨，你敢不知影这是谁的房间？敢那是雪莉的。少峰搁今麦伫遐内底呢。雪莉之前不是讲要倒来饭店办活动，可能是你参详代志啦。伫遐房间内底参详代志，少峰搁是有太太的人诶，安尼敢有适合？阿姨。你早就知影因两个有问题对无？我唔知影。你应该是讲因两个无可能有啥物暧昧才对吧？雪莉甲少峰哪有可能有暧昧？你太着爱讲，你唔通我白想哦。奶奶阿姨，丹林，请你替我饲。对只我饲遮尔啊久，因拢无开门，无得噶，看到你，因就会开啊。那无，你徛伫遮，我来饲。啥人咧爽玲玲啊？少峰，你哪伫外口饲玲玲？我连伊找我是有啥物代志？你也毋过我感觉伊个面相怪怪的。好啦，无你开门，我来穿衫。好啦，部长，你找我啊？还是要找少峰？哇，这么大风哦！加工少峰哥在遐内底，少峰哥，快出来！知影走袂去吼，好佳才入来的人是我，毋是你太太。安那无伊的个性，伊是有啥就讲啥，代志绝对暗藏袂掉的。是安怎？你要安尼做？我临边才甲你讲。阿姨，你是毋是袂记甚物代志啊？你爱斗争业界的家风啊？不管是少峰哥甲雪莉饲伫个外口，还是是雪莉勾引少峰哥，你这个做大家，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态度。所长，点去！你又怪我的好心破坏伊的家庭，这样代志还传出去，你一个名声唔着去，让你败了了。为见笑，阿姨，你袂当停哦。你若是无甲这只狐狸家，你就爱嫁囝给我看。为见笑，你为见笑啦！为见笑，你个为见笑，你卖个怕，我当初你卖个怕，我辛苦没扛起你来怕。你敢有怪阮囝，你就爱看袂我拍啦！哇，少芳的囡仔，少芳，我已经答应你，照你的意思把囡仔提掉啊！安尼你甲我保证，你袂唔差我。雪莉，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我爱你即马就补偿。大车车停伫遐，人伫去楼顶来。那呢，伊阿哥伫咧雪莉引导。大嫂，你的行李敢准备好？我早就准备好啊！我对叶少峰袂够有留恋，紧来去找管理员啦！
无得生气啊？嗯。你莫想遐多。当我接班以后，咱要提囡仔，绝对不是困难的代志。我知啊。王博士，奇怪，叶少峰，你哪敢这么好看？我刚随便替你翕相。少峰，少峰，你敢知影？我嘛就需要你的爱，还有你的关心。前前，眼睭金金看你去娶别人，现在我的世界规个拢崩去啊！敢讲你真正我看袂出来，我是为着你来活的。雪莉啊，别艰苦啊，雪莉。我答应你，我袂离开，我永远留在陪你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是要安怎抓紧才对？是一枪一毙提出几啊路影，还是讲先给伊省一下出，要较有气势？设计台餐车是要创啥？我无小计者，叶少峰要安怎开门？是吧？大哥一心弄在工作上，你是不是误会？无可能，你爱知影哦。我真无简单听阿妈的口渴，先抓阿妈一家团圆的心意，想要做一个好的太太。知影伊啉酒醉啊，好心去家食，结果煞有另外一个查某接走。Rain service。这是哪有可能有水杯啥？可能是员工对咱总经理的体贴。拿紧啊，小可把刀呀！